嗯，你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的朋友，来自山东的带水龙虾。2年前，因为鲁江两地携手发展的机会，他搬到了我的家乡新疆喀什。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是来自喀什的好味道。 如今，我和小龙虾选择了交换生活。山东，走起！